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先红林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先生。现在我们去街上去看看哪里有电动车或者摩托车出租的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儿子哈，他们去那个女孩子那里有10公里吧，有点远，开车子也不怎么方便，还是看一下有没有车子。去租一辆，没有，实在没有租哈，那就买一部二手的。买二手的有二手的买呀？先看一看嘛，我们不去看怎么知道什么情况？对不？其实现在我儿子哈，那女孩子一说喜欢他了哈，他很认真。他说要买个车子带他出来玩，单独接触一下，因为在那里哈放不开，也好多人嘛，他说要买个车子，我说那个货车就怪你说了不要开货车来，开个小车来是，到处都可以过的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错了。说要摆摊做生意，天天住在家里是不是？都是他的错。走，我们先去寻找一下。现在的心情，我的心情啊，比较平静哈。你说很高兴谈不上，忧愁也谈不上，先把心静下来啊。问了一下那个大哥，一直往前走，差不多也2公里来了，反正没啥事，走走看。你昨天去看市场看得怎么样？还好。大家猜一猜，昨天我家的大哥去看什么？有什么不好说的啊？你说嘛。哎呀，你这个你看站的位置不对呀、啊，你要。你说，哎，一定要把你拍的帅帅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。哎，还可以吧？这样说，快说。昨天去看啥了？昨天我去看那个废品回收，看一下他们价格收什么价格。他们说你们没入这个行，最好是别入这个行，今年很困难，很难入，赚不到钱。他准备去破烂赚钱，快点哟，走得这么慢。马上就到了，问了人家说就几百米就到了。刹车不行了，刹车是可以调，这个可以调的。感觉怎么样？要对比，没有对比没有伤害。那旗下内部有选择嘛？你去试一下。这是雅迪的。这个根本走不动。没有，这个电池没电了。电池没电的原因。对啊。上面也有两个电了。是电池没。反正你要买一个，我可以。换一下电瓶，
拿这个白色的。这个好像看起来更好一点，更时尚一点。弄好了，可以了。现在有地吗？看到了吧？可以是吧？过来的，你过来。恭喜你，喜提车子一辆，虽然是旧车。加下气。儿子，给你买了一个电动车，二手的啊。800块钱，怎么样呢？你等一下去看一下，带个抹布去擦一下，这边有抹布。这个抹布呢？它是什么擦鞋的嘛？等一下洗干净一下就行。这个看一下，看一下洗鞋有没有带你洗？你告诉我。你猜一下看看是哪一个？这个。哈小友，人家新的。是这个小刀子是吧？嗯。还可以啊。可不可以？就是擦干净。有了车就不用你们接送了，天天你们接送我，不好意思。你要不是我们接送，最主要是你要把他拿下。我也想拿下。啊，对人家女孩子好一点，脸比较厚一点。真的，你脸皮太薄了，真的是讨不到老婆。我在那边住的话，那个他们。邱大哥跟周周他们都说我脸皮太薄了，你要去跟他互动啊，本来就沟通不了，你不去主动互动交流，你怎么去追他？他是说我，可是我也要真的是要行动起来，不然这样待一个月，连那个啊怎么说呢，连那个什么性格都不知道，那就完蛋了。我现在是。你们买了这个车嘛，我就晚上带他出来逛街买吃的，也是这个。反正他们晚上也没事，我让他也睡着，就起来了。反正他起来了，你就带他出来，是吧？那外面吃。主要是太热了，我还是晚上带他出来。边吃哈，边教他这个是什么，中文叫什么？多教一点。嗯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老是就堵在家里，他也那么多人，又不好意思坐到你旁边来。是我不好意思去他房间，他总是在房间里。你昨天是你牵着他的手呀？牵了，是什么？没季节。没有，太热了，牵的手上全是汗，我都怕他嫌弃我。是你紧张的吧？反正是都出汗了。你看，牵个手就吓得那个手上全部是汗。全部擦干净，好像新车一样，看。本来我说是买红色的，你爸说买白色的符合他儿子的气质。是有很多辆吗？哪里买的？那个卖电动车的店里面呀。这么容易吗？你知道我走了多远吗？多远？一直走到头了，真的要好好，真的是脸面真的要厚一点，不能再这样薄了。再薄了真的是单身一辈子了。是，他们昨天晚上说的我就惭愧了，我真是好多机会都失去了，他们这样说一下，他们人都不在，那个阿夏就坐我旁边，我都没去理他，在刷手机，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跟他聊天。还有那个抓虾那个抓鱼嘛，他们说的对，他们说我，你看你儿子跟笨蛋似的站在后面不跟过去，说的对。人家是说的是实话，是实话。追女孩子，看你这样追女孩子，人家就会说，怪不得红玲要这么着急，你看看他儿子。真的，他们说一下，我感觉我好多缺点。我们有缺点就改。现在是女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啊，现在看对眼了哈，我们就好好去把握。我看到网上也有好多好多中国人娶外国媳妇，是有啊，不怎么建议。
其实他们的好多粉丝也在那里担心，说会到时候会跑掉。如果你对他好，他会跑吗？是啊，他主要是他那边也没有家了。在，到差不多他妹妹嘛，我们给他办那个护照之类的，也可以带到我们那边去，对不对？嗯。他送了个头盔。是，也是旧的。这个头盔一看就不结实。弄干净了，晚上看见能不能带他出来玩。我已经约好了，明天可以带他出来吃点东西。满意吧，这个车子吧？